叫庄子豪，我叫薛佳韵，今年32岁，我是澳门出生的，我是来自澳门的，今年已经25岁了。我在北大毕业的，毕业于北京大学金融系，现在是在北京开了一个健身房。我在做健身房行业这之前呢，其实只有做过金融行业，在澳门生活了大概6-7年了。跟着慢慢就觉得我已经失去了我的方向了。在我们交往大半年的时候，他就有说这个项目啊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我们也会讨论。可能有些东西我在心里还是有点，就有团火吧，想真的把它放出去。我想离开澳门，来到北京去创业。本科毕业的时候，其实有想过留在北京。我男朋友要过来了，可能就给了我一个动力。我们两个就经历了来北京创业的这一个阶段之后，其实会更加的了解彼此到底是不是自己确认的那个人。一点都不会后悔，过来3年之后，我觉得真的学到很多，对，也让自己的眼光看了大更多。